干嘛？歇一下嘛，这么多的东西不可能一下干嘛？歇一下嘛，是不是？你才搞多少？你看搞到我两个手都黑了，你看一下。你干活呢还想出粉啊？你那个汗，你那个衣服都不出汗的，来这里拔。啊，来这里拔。脖子这拔拔到根一点。拔根啊？这里啊。对对对，这样拔。对。等下拔出一条蛇，你看我看你怎么办。 来这里拔，来这里拔。那我告诉你，这个不要把我干这个拔了。嗯。这个不要把我干这个拔了。嗯。这个是甘蔗。这个是甘蔗吗？对，不是草。怎么看起来不像的？我差点就拔掉了，刚刚。你拔的时候一锄头，我搞不定。刚刚我。这种是野菜可以吃的。真的假的？这种是野菜哦。找不骗我，肯定啊。<笑>我骗你干嘛？这种是野菜，能不能干到底？能干。你不要丢外面。 拔了这些草放在这里就可以了，拔这里的。啊、小心点，等一下又拔到我的甘蔗叶了。看来这个农活看起来简单，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，老婆。所以说我叫你回东莞打螺丝啊。现在回去不了哦，我的车坐着多江，跟你走那个山路都挂了一条痕，现在在补漆，没那么快好。 能干，总要我这几天表现得好，到时你要带我去那边喂猪喂鸭，我看一下你那是怎么喂猪喂鸭的嘛。像你这种速度干到活，你满意啊？今晚摸黑加班我啊，把这里的全部干完，等你第二天起来来干嘛？干啊！我就说说而已嘛，别那么认真嘛。干啊！我教你。啊？怎么着干？哪里有草丛？哪里啊？ 这有草吗？有点草。这里有草，你不哪里干嘛？你在干嘛？除草啊！你看，这草全部都是我除的。这是你除的吗？是啊。那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哎呀，差点刮到了。来，搞了我的，我的甘蔗，你就麻烦，刮草刮草，往里面刮，看到没有？对对对。我告诉你，咋不？你多做事，少说话，多做事。我告诉你一件事。 如果甘蔗我真的搞到了，我那3万块钱，你看我搞多少，我就赔给你。我不用，快点干干，体验农村生活是不是？不是这样子干的，又踩到我的甘蔗了，你看你。我踩断了，把它扶起来嘛。我来干，你来看看着我干。那再给你。那我教你怎么砍这个草啊，怎么除？这里看上面，这样这个草根在这里，这样慢慢把这个草根给除掉。 一定要把根给除了，听到没有？好。不是说把它除断就好了，它那个头一定要除掉，不然的话它一下又长起来了。然后做的时候一定要快，动作要快，姿势要帅。你不要像你这样，你捞鱼吗？这样子。没办法，这是我第一次干这个农活。如果这种东西你都干不了的话，那你干脆回东莞打螺丝算了。我一定能干得了的，相信我，曹凤。 今天才第一天嘛，动作要快一点嘛，也要把这个草除掉嘛，像我这样子嘛，一下就搞完了，哪里人能像你这样子啊？真的是搞到猴年满意啊！快来干！嗯，你先把这片干完了，我看你都干了一半，别半途而废。你把这个干了，我教你慢慢来，从最简单的学起。
这是甘蔗啊，大哥。哎呀，我发现你都一点都不适合干农活的人，你真的，你回去打螺丝了，这种大少爷。往这边干，往这边干，屁股往这边，屁股往这边，往这边屁股。等会这边吗？对，往这边干，对。哦，这是对的嘛？你还，我跟你说，像你这种，还要歇三四天才行啊。不会吧？这个都要歇三四天，那什么时候带我去喂猪喂鸭？站在这里。好，你看。站在这里。好，看一下。这个手这样拿。对，就这样。这样。对。脖子这样子，这样慢慢对。你要对用力，使劲滑板。真的不容易啊，这个东西。你干不干？不干，你给我走人。干，绝对干。你把我这个泥土全部都挖起来，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挖的。那怎么办？把它填回去。把这个草收了，放那里去，快点。啊。哎呀，叫他干个活，在这里弄，都弄到啥了？说真的，他这种人不适合干农活，大少爷就大少爷，真的，好多东西他都不知道。像这种甘蔗，他说是玉米呢，他说是那个啥。把他搞颠倒，我真的是服了，真的是，城市人就是城市人啊，跟我们农村人比不了。叫他干个活，你看，全部把我这个泥土给翻起来了。我叫他除草，他除这个泥土，哎，真的是无语了。对他，不求他了，我自己干，反正他来这里也不是说干农活的，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啥。过来把这个草啊。好，我刚刚把那草扔到那边去了。扔到那边就可以了，扔快点，拿过去。哦，这是对了吗？但不过还是有点进步的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进步。